黄河大鲤鱼，野生生长的鲤鱼，口感肉质鲜美紧实。好师傅将鲤鱼宰杀，去腥线，鱼身改刀，葱段、姜片、盐料酒腌制20分钟，锅中加油，将鱼下入油锅，炸至两面金黄后捞出，葱姜蒜八角煸炒出香，加入骨汤，再放入调好的酱汁，放入鲤鱼，大火烧开，小火慢炖20分钟即可出锅，用骨汤、香菇、冬笋提香提鲜。黄河大鲤鱼色泽红亮，吃一口肉质筋软，真爱了。过油肉是太原地区的一道经典名菜，晋菜大师王志强将里脊肉切成薄片，加入料酒、盐、胡椒粉，再加入蛋黄、水淀粉，搅拌均匀，腌制15分钟，六成油温，将肉片倒入，快速散开，肉色变黄后捞出，木耳、冬笋焯水，葱姜末、蒜片爆香，放入木耳、冬笋，肉片倒入，加适量料酒、酱油、老陈醋，加盐，中火炒香，加清汤，盖锅盖焖10秒钟，沿锅边倒入水淀粉、料油提味儿，翻炒几下即可出锅。过油肉色泽金黄，香酥软嫩，真是百吃不厌。